牛奶加花生，大力扛小饿。本节目由银鹭牛奶花生联合特约播出。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解决的。我小时候的困惑，现在一点都没解决。我一直过着一个很枯燥的读书写作的生活。我没有自立优越感，我周围的那些人身上比我厉害的地方，我是看得到的。我第一次见崔健的时候挺有意思的，他说我们摇滚圈的人都不读书，但是你这部尼采我们都读。我觉得应该就是哲学怎么样让人感到它本来是一个可爱的东西，有趣的东西，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用什么方式来穿越时代呢？作为一个明星。你好、你们捧着花就来了。欢迎。哇，我正在参观您的书呢。书很乱。这个味道我觉得就是书的特有的味道。您这里面藏书有多少册呀？大概我没算过，应该上万册有的。所以你们这是不能搬家的，国宏。就是所以我准备很多纸盒，搬家的时候用。这些纸盒都可以用将来。但这个里面全是书了，已经满了。我们那儿物业就因为我们家地下室里面囤了太多的纸盒，物业说你这是易燃啊，你们不可以的。人家囤积纸盒是为了卖废品，您准备随时搬家运输用。对，其实我藏书不算多，我书还是回来用的，我没有一个藏书癖，说是个版本啊，什么样，书对于我来说就是工具。最后能看多少呢？20%，20%就很不得了了。我基本上是拿来是这样的，新的书我就翻一下，知道它的内容，我就搁下来了。如果我觉得有意思，我就会看。但是大部分就这么搁下了，以后想用的时候，我就知道去找哪一本。所以现在要找一本书，您能特别迅速的、准确的知道它在哪个位置吗？现在这个体系已经相当之乱了，但是大体上还是有的。我这个人从小就开始最喜欢的就是逛旧书店，会有意外的相遇。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海淀的旧书店里买了一本书，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研室编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让我懂得什么是哲学，形成一种感觉。您当时那本书还在吗？您刚说的这个书其实我一直留着的，我知道在哪。太神奇，如果能找到很神奇。那个、一个特别简陋的图章，我看有没有年代啊？57年印刷，您买的时候应该就是就第一版，就第一版。对，各种注释。所以这本书是把我引进哲学的，真正引进了哲学。这是席勒，这是歌德，这两个是尼采。那个是尼采全集那个德文版的。这个是对尼采的研究。这个是我的当家本领，所以这个书比较专门的。这是古希腊罗马，这是那个近代，培根开始也在到莱布尼兹啊什么的，反正这些人。我记得我们是上初一，然后很神奇，当时我们中学特别流行一本书，这么厚，叫《简明哲学》，反正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哲学这个概念。然后去了解，但实在太深了，对小孩来说。我永远在看第一章。而且你的入门书不对。我肯定不对。这个一入门让你看上那么枯燥的干巴巴的东西，你肯定就是没有兴趣深入下去嘛。对，我觉得入门就入门很重要，打开的方式特别重要。对，我觉得应该就是哲学怎么样让人感到它本来是一个可爱的东西，有趣的东西，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从来没用可爱有趣来想象，我觉得哲学它是深刻的。如果光是深刻的，我觉得还不是一种价值特别高的东西。一个好东西一定是要让人感觉它有吸引力，它有魅力。哲学仅仅是深刻的，我不会这样坚持下去读。对我来说，其实读哲学书是一种享受。
它有魅力，它有吸引力，好玩，好多问题你也想过，但是他的想的方式可能是你没想到的，他给你这样的启发，这个就有意思，我是有一个习惯的，我是比较注意去反思自己的一种感受，然后我要把它那个记录下来。我是很早就开始写日记的，这种写日记的习惯反过来促使我就养成一个思考的习惯。这个习惯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是形成我这个人的一个基本因素。后来我成为一个作家也好，学者也好，当然这些习惯其实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成为作家学者，我觉得对于我作为一个人来说，他们仍然是非常宝贵的。那在那个广西那些年，您完成的最多的思考是什么？关于个人的前途、命运。其实我们那一年分到那个资源县的大学生有60-70个人，有的是在当地生活，不能说有自己的事业啊，他就是这么过下去。恢复高考以后，考研究生考出来的大概有几个人嘛，也就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只能说，尽管是在那样一种条件，我没有白过，我仍然保持了我的那一种核心的东西没有变。我在那里读了很多书啊，其实那里书很少的，我刚去的时候是没书的。我开始的时候分配宣传部嘛，县委宣传部的那个两个书架上面就是学习资料，但是有一套马恩全集，有一套李宁全集，都是39卷。我就是在那里把两个39卷都读完了，而且记了大量的笔记。我的马列主义的水平，我是在那里有了一个飞跃。你原来就是读那么很可怜的几本书和教科书，其实你对马克思、恩格斯、对李宁你是不了解的所以我在那里补了这个课，然后《史记》《三国志》《汉书》，我们资源县就到了一套，是我买的，我把中国历史补上了，我还是看了不少书的，在那里。所以书还是能够在关键时候对人是一种拯救。是一种拯救。我无法设想，如果这个8年半里面我就没有书看的话，那是一个什么状态？那我非疯了不可。是书拯救了您，还是一种非常正确的看待人生的思考方法救了您？这两个东西是不可分割的，就像孔子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吧？你光思考的话，你不学的话，殆，我的解释是就是枯竭了，你没有东西可以供你思考了。阅读是一个交流的过程，所以这两个东西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书的话，其实推动你思考的这种媒介就少了。当年2次来到北京，中间间隔了10年的时间，从上海来北京读大学那时候的感受，和从资源又回到北京读研究生的那个2次的感受，您怎么去形容它？第一次吧，就是因为我17岁离开上海到北京来上北大，当时第一次出家门，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所以我把自己看成是个乡下人。我当时真的觉得自己精力太有限了，眼界太狭窄了，光是在上海这个地方。您当时没想过考复旦？复旦应该也有哲学专业的。我想3志愿好像是复旦，我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好像是北大图书馆系，3志愿是复旦哲学系。实际上我当时如果第一志愿没考上的话，全都考不上，人家肯定就不录你了，人家就先看你第一志愿的。我那时候不懂嘛，不懂。所以第一次就是一个小孩子要看世界的心情来到北京。是的，我还记得那时候考上北大以后，我们中学那个同学一起活动嘛，到上海佘山。佘山是上海的最高峰，当然也就是100多米。我登上山以后，我说：“哎呀，这个地方太狭窄了，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去走世界去。”那您到了北京以后爬过什么山？那时候山不重要了，已经到了北京了，世界已经变得宽广了。已经觉得宽广了。其实我后来发现，你这个世界不是物理的，你到了北京以后，你就发现这个精神氛围不一样了。那后来再来北京读研究生7-8年，那个状态又是什么？那是觉得重生，新生。改革开放真的是一种阳光灿烂的感觉，前途无量的感觉，大家的思想都很活跃。其实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应该是33岁了吧，但是我感觉我有无限的精力，跟着我特别年轻，前面的路还非常长，就是一个青年人那种感觉，就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就80年代是精神浪漫，
精神浪漫，精神浪漫的时代，到了90年代以后就变成了物质浪漫的时代了。精神浪漫怎么讲？您指的是人们追求精神为主的一个时代？对，那时候精神是最牛、最性感的。对，那时候我们作为小孩想到作家、诗人、哲学家，就像您说的，会觉得是酷的。对啊，最酷的。如果你不读那个尼采，不读那个弗洛伊德、沙特，你就是一个落伍的。你就完全不入流啊，我就不愿意理你。80年代北京的艺术文化氛围非常蓬勃发展，您参与其中的都有什么时刻吗？我是个观众嘛，我是个旁观者，因为哲学当时没有什么那个非常风行的东西。嗯，我出那本尼采那个在司机的转折点上是1986年出版的，崔健的一无所有是1986年唱出来的，到87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梁鹤平是崔健的艺术总监，我们认识了他以后，在梁鹤平家里面，我跟崔健见了面。虽然我们后来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我想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互相之间还是很理解的，我们还共同出了书。我第一次见崔健的时候挺有意思的，他说我们摇滚圈的人都不读书，但是你这部尼采我们都读。所以那时候的年轻人就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领域摇滚着。嗯。像尼采精神和那个摇滚是有共通的地方。尼采是最反对压抑个性，是讲究这种个人的独特，个人的独特在他看来是最高的价值。像这一点你肯定是非常共同的。我当时尼采这本书也招来了很多画家成了我的朋友，所以当时整个一个大的精神氛围啊，是一种那个蓬勃的一种精神氛围。嗯，所以41岁那年对您来说是您人生一次爆发，是一个爆发点。因为这本书实际上不光是研究尼采的，是我觉得把我心里话都说出来了。那我明白为什么那本书在那个时候能够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跟共鸣，就是很多普通的人从中也读到了自己。对，是的。41岁这样的一次爆发对一个人来说是晚吗？还是一切刚刚好？我觉得我已经很满意了。就是不算太晚，因为我看很多哲学家其实是20多岁就很厉害了。像这样一个爆发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还是一个时代决定。那您当时觉得自己是优秀的人吗？在41岁获得这种广泛的社会层面的认可之前，您觉得我可能不成功，但也许我足够优秀？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这个人我是比较自卑的，我有时候也经常羡慕我的同学，哇，他的记忆力这么好，哇，他那么有学问。你知道那个社科院的那些同学都很厉害的。我一直认为您应该是有智力优越感的一个人。没有没有，我没有智力优越感，我会在我周围的那些人身上也看到他们比我厉害的地方，我是看得到的。北大包括社科院都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北大比我厉害的不多。北大，但社科院的确是。社科院因为当时积累了10年的人才进来了，对吧？所以还有些人还是很厉害的。他们有的是一种张扬的聪明。我其实很喜欢，就是聪明，然后有年轻人的那种让锋芒有点外露感觉，我觉得还蛮好。所以这种张扬的聪明面前，我是很自卑的。但是后来有些人没有下文了。他不会继续去钻研，这样的人也很多的，聪明人容易这样，风光十足，然后就到此为止了。我是一个能够耐得寂寞的人，甚至是长时间的寂寞。一件事情，我一旦我是决定要做，那我一定是有始有终，把它做成。哎呀，外面太热了，不是一般的热。昨天那个化妆师给您弄的那个头发挺好看的。回忆一下，行，就这样吧，上。我们这有个破包，用了很多年了，每次用一个新包破了以后，又回去用这个，用完再给买个新的，用破了以后再回去用这个。那这个是挚爱，这是根据地。对，现在是3点了吧？3点多了。开始开始，马上开始，还等什么呢？今天是我的视频号加上那个平凡图书馆的B站，还有抖音啊，抖音啊。下面有请周老师为我们做讲座，好，欢迎。好，大家好，今天和周国平共读一本书这样一个活动。我们以前已经读了很多书了，但是主要是西方哲学。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想转到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当然就是从《论语》开始。那么今天呢，我就《论语》这本书啊，谈谈我的体会。夫妇之间、亲子之间、
情太深了，怕的不是死，而是永不再聚的失散。爱一个人就是心疼一个人，只是迷恋没有心疼，这样的爱仅仅是停留在感官上。养育这个男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第一好娃，第二不易。新书他有一个困难，新书太多了，你正好从里面去选适合你的好书的话，你可能会看很多你不适合你的书，你不需要的书。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用什么方式来穿越时代呢？作为一个明星，很容易啊，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明星。对，这是现代的一个趋势。当我有一个自己的计划，在那里按照我计划做的时候，外界的这些东西一般我不会去主动去找，但是现在可能会比较多了，因为郭宏也做这些自媒体啊什么的，需要我做一些事情啊。我觉得这也很好，在这样一个时代，通过自媒体，通过那个网络，能够和自己的读者经常沟通的方式，这也很好。但是我仍然认为，最基本的东西我不能变。我主要的精力就是用来读书和写作。我之所以对读者有价值，是因为我这种生活方式决定的。所以一个学者，一个思想家，如果他明星化了之后，他的输出内容可能就会被稀释了。对，我觉得那时候他应该有足够的自律，让他自己的思考保持在一个水准上，而且让他的这传播也不要太失水准。肯定传播会稀释一点的，这没办法，会根据时代的这种场景会有一些迎合的，把读者更喜欢的东西显示给他们看，但这个东西必须也是你的好东西才行，对吧？您一直过的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直过着一个很枯燥的读书写作的生活。我到这个工作室来就是过这个生活，然后回到家里就是和家人在一起，孩子妻子在一起啊，快快乐乐的享受天伦之乐吧。您是一个接地气的人还是不接地气的人？我觉得我通天接地。通天是我的精神生活，读书写作啊，通天接地就是我的家庭生活。年龄对您来说是一个问题吗？年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比如说我50岁的时候，60岁的时候，我那时候肯定我的精力比现在充沛得多，到了现在这么高龄了。哎，高龄这个词其实不是您心里的感受，只是您会觉得别人认为这个年纪这是个数字吧、这个数字确实是个高龄的数字了，对吧？我现在的状态是这样的，一般我中午开始工作，6-7点钟就回去，大概是6-7个小时吧，6个小时的一般。这可以了，周老师、是可以了，但是我以前工作可不得了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是精力比较充沛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的话，确实这种精力是在衰退的，那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我还没有到那个感觉自己我干不了事情的程度。您觉得老这个字跟自己有关系吗？没关系。比如我说一个人，我说这个人70多了，您觉得这个人是老的吗？老。那您会想，哎，我今年多大呀？那要想一想。对，自己的直觉是自己当下的状态，这个状态你不会感觉自己老。我脑子里面已经很清楚，总有一天你会真的老了，可能做不了什么事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觉得我会理性的接受它的，我不会跟自己过不去。但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年龄不断的增长的好处之一，就是那种经验跟经历。这个阅历是还是起作用的，但是我觉得智慧也很重要，它不会自动产生。并不是说人人都能这样。去吹蛋糕吧。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吹蜡烛，吹蜡烛。好。哎呀，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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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先给鲁豫啊。哎呀，好，应该的。谢谢周老师。您家是不是都有长寿基因呢？显得非常年轻。我妈妈是。后来我女儿说她去上海见到姑姑叔叔们，她说他们都冻龄了吗？都显得很年轻。她觉得她从我女儿觉得她从小时候见到姑姑叔叔们就这个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对，周老师就是这样。我当年见她其实也就是。是吧？您是每天傍晚时分去走路是吗？我中午
从家里来的时候走一圈，晚上再去走一圈，快走40分钟。牛奶加花生，大力扛小饿。本节目由银鹭牛奶花生联合特约播出。周老师走路比较适合我的风格，就走特快，快是吧？我今天放慢的，咱俩可以走快。我平时走得很快的。鲁豫的童年记忆，扣扣和啾啾的童年记忆是一样的，都在这里，跨越了多少代人呢？你怕你的孩子会有这方面的压力？这个担心是构成了他陪孩子学习的主要动力。对，我不想让他受眼前苦。在爱不平等的情况下，不存在任何一种好的爱的方式。是，你找不到。金句，今天的金句。对。牛奶加花生，大力扛小饿。本节目由银鹭牛奶花生联合特约播出。我们就走你们平常走的那个路是吧？对。你等于每天走两趟。那对，每天走两趟，因为从家里出来嘛，从那里到办公室，它正好是绕湖一圈，来回那路加起来。周老师走路比较适合我的风格。就走特快，快是吧？我今天放慢的，咱俩可以走快。我平时走得很快的，卷就是这么卷起来的。现在陶然亭很好的了，真的。小时候也就陶然亭特别好，然后就雪山了。哎呀，这是我小时候爬过的。扣扣和舅舅小时候都玩的。对，都玩的。这跟我童年记忆完全不一样啊。对于你来说，那个时候是很大很大的。就这么窄啊？对。我没想到，我都忘了。当年觉得好大。对，鲁豫的童年记忆，扣扣和啾啾的童年记忆是一样的，都在这儿，都在这里，跨越了多少代人呢？他们俩一个是00后，一个是90后。哦，90后跟00后。嗯。周老，您这本书就解决了我小时候的一个困惑。就我老觉得我们上语文课，老师给我们解读的压根不是作者想的。当年语文课考试考那个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错了以后我就非常不服，这是我的解读啊，你不能证明我的解读是不成立的吗？对小孩来说，一分一分的还是不容易的。分数小孩特别在意，很在意。那时候周老师还说，我不是要在意他的分数，而是因为他分数太低，孩子哈，他在学校里他会对他不利。现在因为小孩的价值就是有分数来评定的，所以你怕你的孩子会有这方面的压力。这个担心是构成了他陪孩子学习的主要动力。对，我不想让他受眼前苦。我不认为现在的学习成绩差会造成他将来的一种失败，但是他是受眼前苦啊，孩子那么小，然后为这个天天那么痛苦，这肯定会让他的心理造成一种那个，我觉得有阴影吧，以后就会对他那个整个性格都会有影响的。所以您是真的陪他复习功课，教古文，亲自教古文。他们两个人一块在那儿比赛背《岳阳楼记》《出师表》。出师表特别难背哈，我儿子特别恨，说他怎么能写1000多字儿啊，特别的拗口，所以爸爸陪着背。对，因为其实他们选的古文不错的，我觉得现在中学语文教学那个古诗文这一部分都选的不错。我现在很感激当年我学的那些古文，我发现我现在会背的都是当年背的那些。中学的时候，当年也是觉得好麻烦还要背，但现在回过头去是感激的。对，我觉得原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没有让他感觉到这些古文的这种美，这种有趣有意思。所以你跟他一起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会跟他讲，我会跟他讲这好在什么地方。他还真的明白。所以你们家这私塾这个档次很高啊。而且我有时候真觉得那个景象还是很动人的，餐桌一盏灯吊着，爷儿俩一边做一个哈，一人。我们家所有的教材都是2份，周老师会把他所有的教材都从网上再买一份，他自己学一遍。你能想象他重新学初中数学、初中物理？他当年理科很好，数学不是问题，物理是要记忆的，所以物理是要重新学的。但是您能够这样全面的参与小孩的学习跟成长，我的确有点没想到。我知道参与，但这样的深度参与我是没想到的。不分科目不分科目。我发现这种方式真的是有用。你始终的那个斥责他，那个命令他，结果实际上他一个很难受。另外呢，实际上他学习的进度你是不了解的，他学到什么程度你是不了解的。但是你跟他一起学的时候非常清楚啊，他
他什么地方有问题，什么地方是清楚的，所以我就可以有的放矢的来帮助他来弥补这个弱点。嗯，所以这个结果就是非常好，真的非常好。从一个语文的差生不及格生，最后在班上优下吧，应该可以达到这个程度了。优下基本上是那个一个好的学生了。嗯，所以我就是发现他并不笨嘛，他一个是没有把他的那种那个兴趣调动起来，一个是方法问题了啊。周老师这种方法你认同吗？我非常认同，我非常欣赏，我希望他继续发扬光大。作为妈妈你可以稍微的省点心，我就能缓缓。但我儿子特别可爱哈，他就跟他爸爸捣蛋哈，比方说爸爸一直陪他学数学嘛哈，有一天要睡觉，他说那个妈妈，我给爸爸出了一道数学题，我估计他今天晚上算不出来。然后他爸爸果然第二天早晨起来了，一脸的惨淡，说一夜都没睡着，做梦都在解那道题，也没有解出来。呵呵，这一大快乐就是找到一个数学难题在我睡觉之前撩给我。他知道我这个人是那个不解出来是不罢休的，所以我就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想这个问题。我跟他说一件，比方什么突然我还觉得比较重要的事儿，让他来说，他就像做梦一样看着我，看会儿说你说完了吗？那我接着做题了，然后就是这样子。他真的很投入进去，我喜欢这个学习状况。我喜欢这个数学题，我真的很喜欢做。我觉得你物理也喜欢，生物也喜欢。不，物理、生物那个语文也喜欢。那差一点。到初中还能够辅导孩子这些课程是很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很多家长表示到小学三四五年级就已经开始很吃力了。是的。那种家长就是我。他就说，他说你看你爸爸就是60多年就没有弄过这个题目了，要从头看一遍就还能跟他去解题，我也觉得挺了不起的。我觉得他从来不以他是作家自豪，不以他自己是写书自豪，他真的是以他数学曾经好过为自豪。现在还没有太差吧，但是后来没往前走了，那没办法呢。这个是您做父亲的一贯的风格，还是说我碰巧就人生我到这个阶段了，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耐心来投入到这个孩子的？不是，就那个时候是根本不需要的，什么都他都自己对付过去了。那个时候他生老二，生扣扣，我们在上海生的。舅舅那个时候还没放学，还没有放寒假。还没放寒假，就是那孩子有3个星期没上学，我们从上海回来带着弟弟回来，第二天他就要期末考试。当时班主任很不放心的，说你这能考好吗？他每天就给女儿就好，我给你就我给他2个小时每天。对，每天我说你在学校里面一天是从上午到学到下午，对，你现在跟我学一天学2小时，然后你回去考试去，全年级第一，那是他小学期间考试考得最好的一次。后来我发现我当老师很有能力的。就您会知道如何有效地把信息传递出去。对对，而且我会汲取他的兴趣，我觉得这个哪一点是有意思的，然后我让他也感兴趣。你如果仅仅是一种那个灌输式的，那肯定是效果很差的。所以周老师是全方位的来参与到日常生活当中来的。他还是我的一个词儿总结，他是他很顾家，非常顾家，家庭的方方面面都是很顾家的。但很多的学者他是先天可能对于这种生活的这种琐事是不太屑于去参与的，还是说我们普通人对于这种学者会有一些错误的刻板印象？学者和学者也不一样，如果说因为自己是学者所以就蔑视这种普通家务，我觉得这种人就太装了，我认为那是一种缺陷，那真的是一种缺陷。你像苏东坡多高的学问啊，那绝对那是个美食家呀。美食家他自己发明怎么做东西啊，然后你所有的工程技巧上面的东西，盖房子全部都是自己弄的，自己设计，好多都自己动手的。这种技术型的东西他同样有兴趣，这是真的是大才啊。他的这种兴趣是投射到一切方面的，天才的光辉能照亮整个生活。结论，周老师的光辉能够涵盖你家庭生活方方面面。没有，他就不会拖地。然后呢还有什么特质？有时候有趣，有时候挺烦人的。说说烦人的地方。这是我最想听的。在家里基本上很少展露有趣的那一面。我就想起来，就像那个《倾城之恋》里面哈，白流苏吧，最后的时候他就说他结婚了，跟那个范柳园。对对对，跟范柳园结婚以后，最后就是说，他说他的笑话就去讲给别人听。这是婚姻的真相。你的笑话都讲给谁听了？保密。
所以这个有趣在家里面是很少有趣的。我看你写的就你们在纽约那个状态，就大家既在一起但有各自的空间，各自的世界。我们一家四口是四个调子，我们四个房客而已。我们那个合租，合租一个房子，合住室友，四个室友。对，四个室友。这是很好的生活状态。就我当时也一个闺蜜就跟我讲，她说就是比方我邀请我女儿，我说我们俩一起去散步吧，我女儿说不用，你自己去散吧，我一会儿我自己走，这样我免得互相说话。我说这挺好的。后来我一个闺蜜就跟我说，她说我好羡慕你们这种状态啊，因为一般的家庭关系就会太窒息了，不会允许这种拒绝啊，这种东西存在啊。就你不会有挫败感？我没有啊。他拒绝你？我其实如释重负。你为什么要邀请呢？对，那不是客气吗？儿子也不理我们。像我儿子现在青春期，他成天锁门，每天进去就把门咔一锁，这老爹老妈在天天在门外跟他说话，大声喊哥哥啊。然后爸爸很谦卑，每天晚上给人削一盘桃。Coco 你吃桃吗？昨天晚上 Coco 特地开门出来说，你们今天晚上不要给我削水果，不要喊我吃水果。很好啊，你说清楚了就好啊。很快乐的，也没事儿，也不觉得。这有话就说点。然后我们两个报复性的，一人吃了一个桃。你先说，周先生是一个特别深情的父亲。他现在这个深情这词有改变吗？还是挺深情的。深情又宽容。深情又宽容，而且自嘲。自嘲，我喜欢自嘲。被孩子拒绝以后，他必须平衡啊，这时候就自嘲一下就算了。所以你家这种氛围还蛮好的。是不是捆绑式的？这个我觉得您就是周老师太有发言权了。来来，我听着。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但是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一根筋的人。比如说，学英语。学英语我坚持得不太好，我现在已经学到了高中了。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他不管我，我不管他，但我们彼此很安心，很信任。这个是节目组送给您的，叫奥嘉华 AI 按摩机器人2.0，很棒，这个很舒服。这个平常您比如说爬桌上写字、看书多了以后肩颈容易酸痛的话，就做这个。它是可以根据您的身高、您自身目前的身体的状况，给您做按摩的一个设计。好，它现在是调节最好的位置。它自动取得的。握好手柄，将食指轻轻放在侧面血氧检测点上。对，它现在正在检测。检测结果，中度疲劳。他现在开始按摩了，已经开始了哈。已经开始按摩了，而且按摩得很认真，很努力。他好像手这边手也可以按到的，他应该是脚底可以按到，然后这个小腿这，然后背部、颈部。现在非常明显的是脚和腿，对，脚和腿，非常明显。然后手应该也有，手那个我是特别喜欢，不错，不错哈，不错，对，很好，谢谢，谢谢。这还真挺有用的哈，太有用了啊，我天天都会用的。太好了。可能很多年轻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哈，或者很多读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没有钱怎么办？我想首先让自己能够维持生存吧，这是最起码的吧。其实你真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你这方面还是要有才能的。如果说你没有才能的话，那你永远作为你的业余爱好也可以，生活的调剂。但是如果说你这方面有能力的话，那你就应该在这个领域里面去挣钱，你是最能挣到钱的。我觉得有一句话，就原来有个小孩跟我聊天，他就说，他说中国人缺少一个业余精神。好像就觉得，因为一方面我们也强调你要找到你的兴趣，然后因为兴趣给你的动力是最大的。可是很多人就会把它理解成，我一定要为我的兴趣而活。小孩喜欢下围棋，我要让他考段，将来当专业围棋棋手。然后我喜欢去滑雪，我要让他去当滑雪运动员。事实上这些他都可以，只是让你的人生更愉快的一个方面，而不是说你都要把它变成你的专业。所以我就觉得要有一种业余精神，轻松一点对待自己的兴趣。即使说你不能够靠自己的兴趣养活自己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些都变成自己生活的一个美好的方面哈。
好，职场工具人边缘人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出路？争取当老板，让别人当你的工具人，这是一条出路。另外一条就是那个刚才说的业余爱好嘛，职场生活不是你的全部生活，你的生活还可以多样性的。如果没有一个业余爱好来补充的话，那确实那个状态有点悲惨。你如果是个边缘化的人，是个工具人，你拥有一份普通的正常的生活，甘于平凡，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不要为难自己，就过一份普通的日子嘛。安贫乐道了，可以不乐道，安贫就好了，过朴素的生活。我们家孩子那个时候也不爱学习，天天偷偷玩游戏。我当时其实跟周老师有过一个辩论，就是说就让他去当个普通人不行吗？有一个平凡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说我是可以接受的。现在这个孩子本人他接受他的平凡还容易一些，家长很难，家长难，对，时间问题在家长。好像对于时下年轻人来说，他不要说41岁，他在35岁或者更年轻，他就已经感受到某种年龄带来的焦虑。现在年轻人呢，其实一个是生存问题，职场上的这种竞争不如意，如果要成家的话，还有一个抚养子女的问题，就是这种生存的问题，其实对于现在的普通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们这一代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生存问题，也没有买房的问题，对吧？房子都是国家分配的。生存的压力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因为实际上条件要求也不同，我们那时候过得其实也很贫穷的，虽然有这些工资，但是买不到东西的，房子租得很差，对吧？你看我一个人住一个6平方米的半地下室，住了好多年，对吧？现在人们的可能性跟选择权还是跟当年更多了，更多了，所以这么说，每一代人会有每一代人的挑战。你们当时的挑战就是我如何找到我未来的出路跟可能性。现在年轻人的挑战就是我如何抵抗这种焦虑，我如何生存。对，他可以做选择的，这个东西是每个人就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了。你可以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努力去解决生存问题，同时你还保留一种更高的追求。同样的一个压力下，不同的人之间的他的生活的质量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过品质高一点的生活。保持心灵的丰富是很重要的。对，很重要。如何养成和保持一个好的习惯，然后能够终身受益，这个我觉得您这是周老师太有发言权了。来来来，我听着。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但是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一根筋的人，我是比较容易把我认为应该有的这样一种东西我会坚持下去。比如说学英语，学英语我坚持得不太好，因为我的外语是德语和俄语嘛，但是现在不会英语很不方便，所以我还是自己能够说更好了，但是我也能坚持，很不容易了，我现在已经学到了高中了。你有什么方法？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一段时间里面困难一点，但是你只要持续一定的时间以后，他就很自然的就能保持下去了，除非有特殊情况来把它打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把它打破的话，他一般就是会自然而然的就延续下去。我觉得到了那个时候好了，这个习惯就已经是基本上是打不破的了。好，最后一个问题，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他不管我，我不管他，但我们彼此很安心，很信任。这建立在很多就对方是有把握的。你对对方没有把握，其实这就基本上不能叫爱了。对，也就不存在爱的方式问题。不存在爱的方式问题了。在爱不平等的情况下，不存在任何一种好的爱的方式。是，你找不到。金句，今天的金句。对，没错，爱的前提就是要平等。双向奔赴。哦，这是现在的一个词，双向奔赴。80年代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他始终有自己的读者，就他也许不是时下最红最火的那个思想者和作家，但他始终存在，而他始终有自己的话语权和他的话语空间，这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就他很入世，他拥抱他所处的时代，然后在不同的时代他会与时俱进，他的思想是有情感有温度的，每一段生活他都是很敞开跟读者分享的，都是建筑在很扎实的生活的基础之上的，并且能够跟每个人生活产生链接，这是比较打动我的一点。
快到中秋，然后给您这个晚宴。哇，谢谢，燕窝这个吃起来会比较的方便，男女都可以吃。谢谢，这个还真的，这挺方便的。给女生养颜哈，很好看，好漂亮，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微博参与鲁豫有约一日行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后感吧。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优酷视频搜索鲁豫有约一日行观看节目完整视频。上搜狐视频、腾讯视频搜索鲁豫有约一日行观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凤凰网娱乐、搜狐娱乐、网易新闻、网易号、腾讯看点、半岛都市报、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综艺网、头条娱乐查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 Zaker 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今日头条、腾讯看点、黑鱼 App、小鱼 App、智鱼 App 获取本节目更多信息。